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今本日的节目以中文播出，字幕由阿拉伯文、九六文、又称为越南文、博加利亚文、中文、捷克文、英文、法文、德文、白印度文、匈牙利文、印尼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马来文、蒙古文、波斯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唐扎普尼、罗马尼亚文、俄文、西班牙文、老泰文。欢迎闭门后美好的观众，我是来自新竹的麦强。新竹位于浩瀚的台湾，台湾又称福尔摩沙。台湾福尔摩沙是一座小岛，遍布大自然的神奇美景，北部天气有富山、原住民村、绵绵的山峰、美丽的瀑布，老雕刻景色的美丽，中部天气有热内烈的美景。台湾福尔摩沙南部是本土著名的文化中心，此前仍然保有许多早期移民处地此地时的传统。台湾福尔摩沙的文化多彩多姿，来自不同背景老地区的人，非是此地历史多桑的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老日本人，以及满来的中国大陆移民，全部都对台湾福尔摩沙的发展贡献良多。客家、台湾福尔摩沙到中国大陆文化，融合成一座丰富又多元的文化老社会，无论是宗教、建筑，也是语言，台湾融融齐全。我叫董欢喜，为你简单介绍列座美丽的岛屿——台湾福尔摩沙。我哋嘅人民祈愿，上帝赐福你，慢慢的加持老恩典。青海无双石，三十多年来，以神圣的高龄照亮世界。一位完全开悟的名师，传授观音法门，帮助渴望的求道者，时刻开悟，日思解脱。所有开悟的名师，都受观音法门，以及佛陀、耶稣基督、圣地穆罕默德，祝其平安。老古鲁那那克。他强调，而你只要时时想念上帝，为他人无私奉献，遵循宇宙律法，将达到人类最高高位，了悟到多祈求的目的，情海无双时，慈悲为怀，是非凡的差事典范，经常演出难民加油。在面老需要帮助的人，本其物质老经济的演出，以爱心妇女祈祷。2006年，
基佛班故事佛品奖世奖等同东方诺贝尔佛品奖其作业在人土三项多年来佛班无数奖项博得世人无数的赞誉其极力为同佛发声提倡佛品爱心给出佛认识其更加喜下平安希望人类项目众生给神圣替作佛品回放给传输世界通过老人类共存共荣其以各种方式冲突传输神法理智共法传达你妈做得现在安样的神法创设爱家国际连锁传输传堂无上时天使台其他经常服用政府老媒体两头人并参加气候变迁思想会议无论世人是不是有经过其努力让向世人之际分享人们现在三代动物的神法并奉行慈悲之道天下将能永久太平救地球免于气候变迁青海无上师多年来逐渐遍布全球从美国到非洲欧洲到太阳洲对太宗老几的土地开始共建数百场介绍各种人生的主题今本的游行为你播出其中一种未知的开始师徒之间节目认识七家的未来认识职业199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中文开始以泰国曼谷你们有没有准备了他们的问题吧赶快念出来弟子啊曾经爱到某一位师兄并且相信他已经修行到很高等级因此在此位师兄有困难的时候弟子曾答应他无论遭遇什么困难一定尽力帮忙但事实上证明他的看法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师兄后来不是很高的修行等级但是因为他已经当初发下这个诺言这个诺言他没办法放得下然后弟子现在也收回当初的诺言此位同修以前没有办法在人群中共修而我现在也有相同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什么意思啊他现在就是跟人群合不来她男朋友以前这样然后她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那两个一起出去合得来吧就是这样而已那她答应给人家帮忙帮什么忙呢你能帮忙就帮不能就算了嘛OK因为你以前答应的时候是认为他高境界嘛 ，OK？ 那个是那个诺言是没有那个抵押了，那个诺言算了。还喜欢他就帮他忙，而且他也不怎么需要你帮忙，需要吗？不需要那何必那么多余管闲事？师父在修行过程中与很多人的关系都疏远了。主要原因是我不想批评什么事情而许多人都很喜欢说人是非因此我很难和他们聚到一块所以人际关系也就疏远了这种情况好不好不好如果好你就不会问我了算了嘛你不能自己改变自己不能跟大众跑你自己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因为这样你才是你的如果跟别人一样就变成一块了
你不喜欢就不做 ，OK？ 觉得不舒服，是不够道德就不用做，没关系，啊，嗯，没有人缘，我们跟佛缘就 OK 了嘛，嗯，人缘不怕，怕没佛缘，啊，谢谢同志们，谢谢，欣欣，我就要看你们这样，你们知道师父有。直接问你这样子，因为怕那个口音太差嘛，我们就会拖很远很远很久，而且没有空，嗯，即使你讲到明天，我大概不懂还会不懂OK， 外面跟里面不一样呀。yeah. 师父好，我的观光还不错，但观音却自印心以来一直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不变，在周围非常寂静的时候，好像头顶上在很遥远遥远的地方有很微弱的音乐声，但我始终无法使其音量变大，我该怎么去掌握这个声音呢？掌握声音，那无形的也要掌握。OK， 这个声音哈，我们不要掌握它。而且我们要注意他 ，OK， 注意听而已，不要跟着他跑，啊，不要在那边分析他从哪里来，然后我会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一用头脑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会减小，因为减小是声音它不会跟容量，啊，跟洪量，知道了？单纯听啊，跟小孩听一样，嗯 ，OK， 嗯，然后注意要集中 ，OK， 嗯，师父。我感觉自己的心很冷，每次都没办法关心别人，打坐入定啊很困难，观光几乎没有什么光的体验，观音也只是一直停留在听到一种固定的声音，三四年来没办法突破，感觉打坐比较枯燥无味。真的吗？那你何必苦呢？嗯，那就把它出去算了嘛，啊，不打坐这个更苦啊，啊，哎，没关系，有什么听什么嘛，不用执着，不用占位什么，管他解脱就好了，管成佛干嘛？嗯，我本来都是佛了，能够有声音就好了 ，OK。不过你们因为专心不够才这样子，嗯，大概工作压力嘛，然后生活比较不很。痛快，所以打坐的时候会，如果不闷就是比较空空的，那要多专心一点 ，OK？ 打坐以前要念五句一阵子，嗯，念默默在里面，嗯，就是说观音也要这样子，观音以前，然后你可以放一点师父的录音带，如果能够的话，嗯，你哭什么？我讲不对吗？啊，嗯，为什么不舒服的？哭了，苦闷了，高兴啊，高兴就好，那就继续哭，没问题。我怕你们有什么苦闷，我不懂，然后回答不对啊，因为你们内心有时候表达不出来，我也了解，啊，不然算了，不用问，看眼睛，等一下哭闹一下子，然后就走了，高兴哭了就走了。大概他们看情况啊，中国人人情比较多了，不是为了贪污了，我觉得，懂吗？大家手下留情，留情嘛，啊，怎么道下留情啊？对，对，就这样子了啊。有时候会这样，比方说案是这样子这么看了，不过有时候那个情况里面不是这样那么清楚，怀疑啊。不是有时候那个人真的被逼才这样啊，我是那个时候他被冤枉啊，都有了，嗯，所以他们中国人比较会念人情啊，会不会这么硬啊？所以收钱也不是为了贿赂而已，当然也会用在那个机关里面，也不是说为了自己贪给自己用，嗯，不是说贪污了，这个大概他们自己。造出来一种完全的法律，
因为如果太硬的话，大家都一定死的。嗯，然后你没饭吃，统统都没什么。法律本来是无情的，嗯，就是中国人嘛，在那个无情的那个系统里面，还会婉转了，大家互相容忍才能活下去嘛。嗯，所以如果看情况不坏的话，也没关系。OK， 你自己不拿给自己用就好了，一毛不能拿给自己用。嗯，我的工作也是在机关。嗯，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有人给我送。嗯，我拿这些钱去帮助同修。嗯，有没有也拿？可以嘛，拿帮同修，同修不需要啊，同修不需要的。帮助同修可能送款就比较困难。不过，那个送钱给你干嘛呢？看情况。就是人情，过年就是人情。啊，过年哈。对，逢年过节就是人情。你有帮助他很多吗？有一帮。OK OK， 那就算你额外的金钱，因为在美国或是在别的国家，如果你额外加班的话，就会有两倍钱的。OK， 如果你真正的有帮助人家的，真的好的帮助的，这个多拿一点，然后帮助需要的人也没关系。OK， 不过要看情况，这个我又不能说黑白这样。看那个真的是好的情况，听懂吗？比方说你真的帮助人，有帮助他生活的，不是说帮助他做坏，懂吗？哎，帮助他为了，因为有时候行政是太复杂嘛，所以你帮他冲一点快一点，比方说这样，给他生活也祝福，生意做得很顺，生意很顺，然后你不是为了贪污才弄，为了看情况办比较快一点。这人情的关系，懂了哈？比方说那个事情，如果其实你看了，你应该帮他的，因为他很可怜，他真的需要帮忙。即使他没有送你钱，你也会一定帮他忙的话 ，OK， 那个后来他送你钱是没关系。我们是诚心要帮忙人呢、啊，那个后面人家给一点钱，那个不算。了解了哈，你应该做什么样，就一定那个人真的需要帮忙了啊。即使他没送钱，你也会忘了哦。那个时候就 OK 了 ，OK。亲爱的师父你好，我是大陆同修，在此代表同修敬祝师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大家都十分精进，嗯、相信通过努力修行，总有一天能见到师父。我的个人问题是，我希望师父祝福我修行进步。好，我祝福你修行进步，开大智慧，开大智慧。因为印心四年来，我不能体验到很强的光和阴流，周围火电力量很强，希望得到师父的加持，好好修行，好好修理我，我会努力的，谢谢师父。修理你？哦，我不敢修理同志们。修理你们，大家会认为我很凶，不爱我。No no no。呀、yeah, ，我知道了，大家都一样，他们告诉我很多了，你们不是第一批来吗？我都知道了。嗯，啊，想念哈，没认识也想念，奇怪。嗯、啊，不是说第一次来吗？都没认识也会想念啊，你们真奇怪。OK， 我懂了，不过大陆同学是最伟大的嘛。这种情况还可以修行，可以坚信的话，那可是对你们很好啊！这样子你们才能够认识自己多坚强、多伟大。嗯，如果情况太容易，有时候反而修行不好，不坚信，不珍惜。他们大陆同修就是最好的。嗯，我是很坚持，很诚心，所以体验比较好。嗯，呀、yeah, ，下一个，嗯。师父你好，我有个问题，请问师父，在印心的时候，观的阴流之声，好像小溪流在流动的声音，几年来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声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只要我一静下来，就会听得到那个声音，有时很强，有时很弱。请问师父，这种声音是不是我们的观音时的阴流？是是是，我们小的时候心比较单纯，就是跟上帝常常沟通，
到那个三四岁就忘了，哎，有的会继续做了一阵子，看你的心情，看你的心多单纯，哎呀，是对的。不过，不要执着在那边啊，就会停在那边了。OK， 不想没关系了啊，能听多少？有时候要调整一下啊、哦，调整上我们调整那个收音机，懂不懂？啊，调一调啊，看看有没有改变一点，然后专心听，它会改。看新的那个声音，我们就要详细听那个声音，不是用耳朵听啊，用专心的那种新的听。那它就会再扩大，你才能够突破那个 ，OK？ 因为有时候你们一直听，然后说啊习惯了嘛，就听就习惯了，连注意也不注意，注意才突不过去。亲爱的师父，我1998年印心时，好像看到几种不同颜色的光闪亮而过，有时明，有时暗，像是隧道，我以为是眼花。当时观音使者问我有没有体验。我跟他说没有，对啊，后来看到师父的录像带才知道，我非常高兴，就告诉了别人，又听到很深厚的那个大合唱声音和钟声，但是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一些境界和声音的，反而越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每到打坐我都告诉我自己入境，可是反而不能入境，杂念特别多。我知道告诉别人体验是弟子违反戒律，不是戒律啦，不是什么违反戒律，就告诉你的人。今天向师父忏悔，请师父加持，让我迅速改变现状。要努力哦，不是说犯戒什么，那个不是说犯戒罪恶什么，不是啊，就是告诉人。保密就比较好，修行比较好而已。天机不能泄露嘛，就讲啊，我们中国人都讲啊，天机不能泄露，我在那边叭叭叭叭叭叭，要多努力哈、多数人都这样子就失踪了，失去那个体验，讲话太多，上帝把门关起来，你漏掉了，懂吗？天堂的东西不属于这里，你讲太多，就天堂很关。跟你跟那个，比方说你跟政府工作是很亲密的一种器官，本来任何工作这边不能告诉任何人啊，因为你是特别的嘛，警官，你就告诉别人，今天我又去看那个什么间谍的那个机构啊，明天我会去打破他们啊，然后就给人家消息都知道了，他们搬走了，比方说这样子。那当然那以后你那个官就不会正告了，因为政府不能信任你了，懂吗？他不踢你出去已经算很有人道了，所以他就留你在那边，给你做小事情，没有那种亲密的那种信任的那种任务呀，懂了哈？可以到努力，要努力，会了会，努力会。请问师父，在修方便法的时候，时常会听到声音，看到光，可是当我印心后，却听不到声音。在印心一年之中，只听到3次声音，但看不到光，这是为什么？大概你期待太多了，等一下把它处理，等一下打坐一下就好了，亲爱的师父你好，我是您印心快3年的大陆弟子，这是第一次来看师父，首先要万分感谢师父，让我能在修行很困难的时候见到您，谢谢。我有3个问题，一，因为修行不好，我经常因为自己的爱心太少而痛苦，恳请师父加持。第二，平常打坐，特别是最近支位眼的地方，压力感觉特别大。在这个世界本来修行是困难的，加上一句我们自己有时候额外的世人的情况不一样，有压力，有压力就专心不足，
就会这样啊。还有你打坐的时候观光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啊 OK， 不要压迫自己，不要在那边皱眉，因为这个跟我们看的跟我们眼睛没有关系的，知道吗？不是用眼睛看的，不要在那边压力自己。哎呀，五分钟了没看到光，奇怪，我本来是很大修行的人，传世的，怎么会这样？期待太多，期待太多，有时候也没光，嗯。而且哈，我们打坐的时候，要记得哈，身体哈很轻松，还有够温暖，不要太热，不要太冷，这样会让我们分心啊。然后打坐以前，如果不够专心，就可以放一点师父的音乐，如果有的话，嗯，或是唱一点歌啦，啊，嗯，什么哼这样子啊，几首这样。如果没有那个录音带的话，那、就放一点音乐，或是师父讲经了，小小声的，就比较好几种。OK， 还有很多原因，有时候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嗯。那就去外面，有时候跟人接触，有时候有一些时常也不是对我们很好。不过这世界这样子啊，去哪里都碰到业障，不然我们一心完就去死算了，保留那个加持力，那个像那个师姐一心的时候光很大，什么什么，等一下又出去又跟别人高兴讲就没了。或是就去碰到别人等等哈，很多情况都会把我们那个修行力量分走。不过还是保留在这个世界没关系，我们没有别人会拿到。嗯，像你丢掉一个戒指嘛，别人拿赚了没关系。OK， 嗯，在这个世界修行慢，不过是最好的慢，因为我们又跟世界的业障共同嘛，最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困难，所以我们才要修。嗯，在天堂不好修，你看上很多很多同修，他情况太好了，自由自在了，他修行体验不大好，反而情况很困难，他什么都缺少。如果修行很好，嗯，多数都这样，多数了啊，有特别情况。嗯，师父你好，见到你好高兴。我有两个问题：一，我在平常打坐观音时还有嗡嗡的声音，但是今天上午观音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请师父开示。大概看太多人的声音吓跑，要专心 ，OK， 不要管别人，不看别人，你来这边一个人而已，啊，你坐这边也是一个人，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大陆有一个小女孩，她是耳聋，但是她会哑语，哥哥姐姐都是同修，她今年20岁，可以应心吗？哑语是什么意思啊？她在用手比，她没问题啊，哑巴没关系啊，耳聋是没关系的，可以，如果能够有人翻译给她听的话，可以，能够有人哑语给她听吗？可以吗？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哑语翻译的，就可以给他印信 ，OK， 他能够听懂就好了。嗯，然后后来都是看书的嘛，他自己可以看啊，是吗？嗯，他可以看吗？耳聋不过可以看书吗？啊，那叫他懂了一些就 OK 了，从教理懂了印信的那个过程就 OK 了。古代的时候比较困难了，没有那种方式嘛。亲爱的师父。您像一个非常可爱、美丽又淘气的小公主。我的问题是，我印心2天了，观音、观光、内在体验都很好。当我回家后，不在师父身边，又要工作、照顾家庭和小孩，只能打坐2.5小时。我怎样才能保持这样好的打坐效果？专心，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体验，嗯。你可以说有声音有光就 OK 了，不能讲详细啊，然后专心做什么都要念五七，嗯，
睡觉以前要打坐一回，然后躺慢慢躺下来睡觉，心放这里，天天这样子保持跟现在一样，尽量 ，OK， 嗯。师父，小孩长期不听话、不配合，而且未应心，那我应该更爱心、更耐心的时间来感化他，还是要把他放下，自己精进修行，多照顾别的众生，以大我代替小我？小孩也要照顾了，他需要什么给他就好了，他不听话就不要太管那么多，嗯，就你自己管自己了。他几岁了？啊，16，这个时候啊，小孩长大他比较挣扎，谁都一样。那十几岁那个很不好管，他自己也管不了自己，因为他身体突然间又长更大嘛，然后头脑又发达，什么都新鲜了。那总一个小孩子突然间变成大人，然后也还不够大人的智慧，所以他自己也是很挣扎了。啊，你能耐心就耐 ，OK。不能的话，讨论嘛。比方说，你不用管他，你写一封信给他，有什么有问题，你写信放在他的那个枕头那边，他自己看。那、他能改就改，不改就算了。OK， 因为这样子不用吵架。师父，弟子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上帝既然创造了万物，他是否有以人的身体显现来度化众生？我不知道呢，你问大家看看，你们觉得有吗？有。还有第二个，阴流出现的时候有何特征？特征？特征？它不是，它是本来是你本心的 ，OK， 是你本心。你问的我不懂。我有一次呢，就是在那个梦中呢，也有会出现。出现阴流，就像下雨一样。啊，对对，可以可以，对，这也是也是。它出现的形式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对对对，不一定是你做的时候它才来，专心一专心就有了。会不会以光的形式往下？也会也会跟光，有时候你光的时候也看听到很大的声音，都有，我也有时候阴就是光，光就是阴嘛，就不同的那种品质，像那个水和那个冰块一样。有时候我们睡觉，不过因为师父有带我们去嘛，所以才有体验。做梦也是一种体验，不是说常常都是乱七八糟的梦而已。你专心的时候，你还没睡觉以前专心的，所以就是体验。第三个问题。入定的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入定过？告诉他。来，大概还没入过，好是这样。没什么标准的，就是如果你很清醒的话，你会感觉自己身体都很舒服，有时候身体也不存在了，全部都是光，而是整个宇宙都是同一体。然后你感觉的你是跟花一样，跟草一样，跟树木一样，跟别人一样，跟动物一样，跟昆虫也一样，通通都是你的。那个是比较高境界，平常的话坐得很舒服，这样就是算入定。好像我们身体都麻麻的，然后身都空空的，很温温暖暖的，就不想起来。飞起来也有，飞起来也是一种入定的体验。你入定的时候，这个灵体飞出去啊，所以才感觉这样子，太好了。OK，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第四个问题，开悟是我意味着灵魂到达了某种境界，自己就会明白。会啊，会，自己会明白。第五个问题，高境界的时候呀。检查自己修行是否进步有何标准？都是标准的。不是检查了，有时候我们有体验，等一下明天我们就忘记了，常常写下来，然后偶尔再看一看，知道啊，原来我修行还不错了。午夜看到师父啊，那个
明年五月再看到他一次，一年看一次，比方说这样，然后看到什么光什么东西啊，就给自己记得嘛，跟日记一样。嗯，有时候美好的时光我们忘记嘛，很快，所以把录音机录起来，把那个叫声机叫一叫。我是用笔录，以前没有这些人家是用笔录嘛，说哦，今天碰到什么美人啊，然后昨天看到什么仇人啊，等等这样子给自己看嘛 ，OK， 嗯，就像你，像你上学也是这样子啊，要记录起来哈，以后才知道自己有进步嘛，这样子为了自己了解自己，嗯，啊不学也没关系啊，身心快乐 OK， 不用学，就开始要学，为自己要看嘛，这后来太多体验，有些人懒得学。写不完他就不写了，因为佛教经典才那么多，每个人写一本嘛，知道吗？ 佛那个时候很多弟子嘛，每人写一本，你们每个人可以写几本。师父，我印心时没有看到光，但是有阴流，修行四年多一直没有光，请师父给我光的体验。虽然没有光，但是我和我的家人都得到了你佛力帮助，尤其是我先生，师父在他打坐时给他很好体验，他现在也很想印心。在此，我代表全家感谢师父，祝师父佛体安康。OK， 谢谢。那个光哈，有时候很微细哈，你们不注意，它就过去了；有时候再闪一闪，有时候一刹那而已就没了。不过这个一刹那在那个永恒时间里面呢，就是永恒的。懂吗？因为在永恒空境界上面没有时间性，跟我们一样，没有像下午中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刹那两刹，没有没有，它永远就是联合在一起的。嗯，然后有多数的人因为白天工作多嘛，还有身体疲倦，打坐的时候第一打瞌睡，第二头脑太复杂了，在那边想东想西，想那个工作嘛，或者想家人烦躁的事情，特别那个还没打坐以前发生那个，哇，是忘不了。所以打坐的时候，有一些人难得到这种平静的境界。不过睡觉的时候，师父都会带走，啊，所以生活才越来越舒服，那，爱心越来越发达，爱心、耐心、什么智慧都发达，就表示说都有光了 ，OK。嗯，没有不怕，只要一进来以后，大家都安全了，我保证嘛 ，OK。师父，什么时候我该放弃继续做某件事情或维持一些关系？什么时候我才知道应该要坚持以达到好的结果和令自己快乐？谢谢。我们做什么都是做到自己满足为止。不过不一定我们坚持就会得到成功，如果我们一次做尽量做最好了，而且弄不出来的话，就应该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意，而不要再强迫。我们做什么都要尽量就对了，然后如果行的话 OK， 是上帝主意，不行就表示说他不要我们做这些事情，这样也轻松，啊，放下。师父你好。哪里 ？OK。首先祝你龙体安康，佛体健康，永远青春，永远美丽。我是1995年印心的，印心的时候什么体验都没有，没有光，没有音。金师兄带我打了一个禅期以后，我见到了化身师父，还听到了笛声。因刚印心不久，共修会上讨论问题，不懂讲了出来。以后到现在啊都没有声音，不知道弟子做错什么，请师父原谅。没有。恭请师父能带弟子，啊，找回声音，同时也感谢师父。不是原谅你的，没做错什么，就是多觉嘛。讲过了哈。哎，给你了。多做一点，这几天会有啊。还有我的母亲往生，师父已经带他走了，感谢师父无时无刻都在帮助我，谢谢师父。
请求师父加持我们观音弟子修行进步。OK。亲爱的师父你好，我有以下困难，请帮助我。第一，应付工作、应付人际关系，我觉得很困难。为什么？跟人缘有困难是不是？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嘛，没有缘就没有，多数人就互相不能沟通。不是说因为他坏，不是你坏，就是没有缘嘛。OK， 那你找那些有缘的人就连在一起啊，啊，没有缘的人就算了，找别人好了。如果是男朋友的话，跟他说拜拜。真的很难找一个自信的朋友，自信的人都很难找，所以这个世界才这样啊，才那么痛苦啊。啊，如果我们什么随时都找到合意的人，真的多美啊。哎，我也是很困难，你认为都好吗？那么多人在旁边，一个人插脚，一个人插手，啊，乱七八糟的，讲话都还听不懂，不讲更不懂。有时候跟人工作是很困难啊，不是说简单，就要有人耐心啊。如果没耐心的话，什么都不能做的，我们都不想做的，说受不了，要说真受不了。转下去一去，等一下到那边就变不一样，然后做得很乱，等一下你头痛啊，头疼啊，然后都计划都乱七八乱掉啊，然后你的心都很不舒服啊，情况又改得很坏啊等等。哎呀，我知道了，这个不用跟我说。我15年以来都是很忍耐的，不然做不下任何工作。忍耐，每个人都不完美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讲一讲就算了，重新再来，不然的话就找别人。嗯，不过找很难。再有这个他没有那个，懂吗？我是76岁的老人啊，持素已经3年，刚刚印心，谢谢师父的恩德，使我在修行道路更完善。在光与阴的体验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在昨夜睡觉以后，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看到阿弥陀佛的面孔，不是那个塑胶像的面孔，而是肉体的面孔。当时我一看到就感觉到这个面孔怎么好像阿弥陀佛来讲话。这个人，这个阿弥陀佛的面孔，当时我觉得很奇怪，阿弥陀佛是不是出现在我面前？虽然是好事，但是否意味着要我离开人世去西方极乐世界吗？才刚印心，我还要好好的修观音法门，我不但要精通师父经典，我还必须要捍卫师父的真理。虽然今年纪是太大了，但我还有一颗修行的年轻的心。我深知名师难求，我需要有肉体的修行，因为肉体修行1年，灵体就要100年。我并不是留恋这个世界。人家修行为了也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而已。你如果既然能够去，还抱怨。随缘嘛 ，OK， 自然就好。嗯，该走就走，该留就留 ，OK。嗯，想留也可以啦。嗯，那么苦的世界还有人喜欢，真奇妙。师父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信息说天然水晶对人的灵修有帮助，请问这是真的吗？嗯。不修行的人是会有帮助啊，修行的人那些不需要。嗯 ，OK。第二个问题，如果印心弟子由于种种原因，到往生的时候还没超过第一界，那往生时师父会带领灵魂解脱三界吗？会。只要你们诚心要去就 OK 了。嗯。自从看了师父的书《吃素印心》前后。2年，肉眼会看到师父的书发光，照片中，还有照片也会眼睛会动，眉毛也会动，很高兴。可是啊，现在令他有一件事情很困惑紧张的，就是为什么现在连看到其他人的照片，也眼睛会动，眉毛也会动。
师父跟你开玩笑嘛。不用看照片太多了，嗯，要打坐 ，OK， 没事没事，嗯，本来人都是很活动嘛，照片也是代表他，是没有什么是死板的了，就是我们因为眼睛坏了，这个智慧眼坏是看不到，任何东西都是很灵活的，嗯，像活生生人一样的，哎。有时候看到自己的照片太大了，所以我说害怕啊。哦，好，那你回去跟他说不要再动了啦，打坐，静下来，没事的，没事 ，OK。这个世界是因果的世界，师父您教我学习也是因果的显现。那弟子将来如何斩断师徒之间的因果链，得以解脱呢？哇，这个嘛。哎呀呀！我又不知道了，谁叫你乱跑来这里？我们这连在一起了，不能断了啦，太值了。我们你一定会跟我嘎住在一起了，对不起，现在帮不了你了。那么怕还跑来这边看我干嘛？啊，越看越黏呢，是吗？越看越想念，越黏。哎呀，完蛋了你！你们告诉他怎么办 ？OK， 我真没办法。也许大陆同学一起把他拉开一下。你这么挤要拉开吗？嗯？我们是同一题呢，你不懂吗？拉不开呀。yeah. 师父，在十月有一个偶然机会，我感到一股大力量飞速从天而降，从我的头顶灌入我的体内。我看到了这个大力量的形状，听到了它的声音，从此我的声音从上面来，日夜不断，而且声音也变得比以前大。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借助其他因缘对我的特别加持。师父，我的想法对吗？对。师父你好，我们的同修有一段时间离开师父，有的同修离开师父去跟别的师父学，后来又回来，我们啊是否能和他一起打坐？而且他们已经让别的师父传法，请师父开示。啊，他们已经回来就好了嘛，嗯，人家弄错事有时候弄错了算什么哈？其实他也是跟别人学，不是说去杀人，是做什么坏事啊？他有心着急嘛，那等级太低嘛，做不到什么，那为师傅不好，然后就去找别师傅学嘛，看看能不能快进步，或是别师傅会不会比较好？他也是。求道的心啊，没做什么坏事，他回来就通通忘记嘛，啊，兄弟姐妹，外面的人不修行，你还可以容量，可以疼爱他，何况自己的修行的人呢？嗯，大家都修行都是有自己的理想嘛，嗯，就是外面所谓的修行的人，他也是自己有理想才修，我们对大家通通都和平的，通通都谅解 ，OK。应该通通谅解，通通疼爱他，比以前还要好，这样他就不会再跑。嗯，你们心怎么那么过爱啊？啊，他自己学道不是说做什么坏，他不懂嘛。OK， 既然已经回来了，不是好吗？你们有时候就去发传单，什么传发的很辛苦才能抓一条回来，而且新来的爱嚼爱手还不懂，人家自己的人已经。水好了就锻炼好，出去又不好了，回来就心很，这个时候心已经很稳定了，你出去知道不好了嘛。我已经讲过了，没有什么地方更好，乱跑干嘛？不过原谅他了啊，他自己知道嘛。然后这样子你们也更知道啊，是吗？他替你们出去也不敢去，他还在那边排泄他，你们通通都要去嘛。有时候那心混淆嘛，心动摇说，哎呀，会不会那个印度的那个？有胡须比我好的、啊，
那他比较老啊，会不会更有智慧啊？他那个胡须比师傅长啊，会不会那个智慧跟胡须有关啊？都有啦 ，OK。那个修行不够好的时候，心会动摇一点，而且不是通通他的错，那别人也有跟他嘀嘀咕咕嘛。比方说这样，然后他就为了求道了而就乱跑，不是说做坏事，说回来大家都这样子，你们更安心说，我告诉你过，你还出去，这样你们更安心，就知道这边好嘛，他替你们出去探险一下，回去不好，就大家通通都知道了，就我们不用去了，也是很好的 ，OK， 那就不要嫌弃他，知道了，谢谢。师父你好，我是94年印心，印心时观光只看到蓝色的光，还有金色的小亮光点，之后有时也能看到，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好像观光集中不到智慧眼的前方，看到大部分的都是灰灰暗暗的，请师父开示，让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看到月亮太阳。平时我在生活上面体验很好，比如师父在泰国举行这一次的迁徙打禅活动，我在1999年11月就有感应到，所以参加新马泰国际旅游活动，恰逢师父为了大陆同修举办这次活动，圆满了我渴望见到师父的心愿，谢谢师父照顾。然后他写了一副对联，师父要不要听？你把它贴在门口那边，大家一起听。可以念没关系，小马，okay. 小小马可以念出来。OK， 念那个对联、啊。有，他对联就异国他乡巧遇恩师，四季转换拜谒古佛。哇，这么好听。然后观光观音，涤尽累世沉积业障，直言洁净普度今世缘情众生。哇，你这么老还会写诗。好厉害啊，好浪漫呢。OK， 打坐的时候要，打坐以前要多念如去啊 ，OK， 就会专心。还有听师傅录音带，每次都这样子，这心比较转。OK， 亲爱的师傅，烟和酒可不可以送给没有修行的人？如果没修行的人送给已印心的，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没修行的人送给印心的人，我是印心的人送给不印心的人。如果你们要送人的话，找别的东西送嘛，很多东西啊，有茶啊，有高级的饼干啊，我是有那个什么什么花瓶什么啊，花盆什么一大堆啊，贵重的，不用送酒嘛，然后别人送给你的话，你就说你不喝酒啊。比方说这样，你说对不起，我不喝酒了，我不能喝酒。我是受，我是答应自己不能喝酒啊。比方说这样子啊。如果他是佛教徒的话，那他很了解，说我是不能喝酒的，我受戒了。比方说这样 ，OK。如果他是别的不懂的话，你说我不能受酒在里面了，因为我很怕，对酒很敏感，不行，不能喝，喝就身体不舒服，精神会混淆，所以你的心意我受了，这样子 ，OK， 非常强迫你呢，你就送给别人吧，那这就应该怎么办呢？不然把它破掉丢了，送给土地公。师父你好，哪一个？感谢师父的照顾，弟子觉得自己更有爱心，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师父。第一，对于工作上或生活中有些事情，例如要帮忙一个人啊，那个人是着魔的，不知道要帮他到什么地步，是该把他当成一个功课去尽力做，或者不该介入他的业障？因为弟子现在的工作在辅导一个16岁的小孩，感觉精神与体力都非常疲惫，是不是应该把他放下？放啊，他自己要找自己找，他也是上帝啊，
他自己决定了 ，OK？ 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好起来，我就不再照顾你了。我们两个要配合才行。有时候他早一点点磨，我说他病一点点，因为你照顾太好，他能虐待你，他能吸引你注意力，他就继续做更严重，懂吗？所以帮助人家太多，有时候反而害人家。OK， 你看情况办哦，该硬就硬，该柔就柔，知道？嗯。师父你好，我硬心两年了，在硬心的时候我没有体验，直到今天我仍然读别人的体验，虽然我只到四种体验之一的一种状态的感觉，但我还是很渴望百闻不如一见，等到缘分到，我求师父慈悲给我打开智慧眼，还有我观音时全身会晃动，请师父开示。比较弱一点，比较弱，多加班，加班。还有他在十一月份有两天在观音的时候，感觉到整个世界无量，那个无边无际，只听到一种很清脆的小声音，就当当的那种小声音，什么都没有，然后没有感觉到什么，请师父开示。不用感觉到什么嘛，你们身心自在就是有体验的 ，OK？ 不要在那边想那么多，说哎呀，一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本来就是佛了，没怎么样，开悟也是这样，不开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太幻想太多了，懂吗？有时候期待太多，体验也不会来，因为我们用头脑的，不是让它自然。头脑是不能给你做开悟的，知道？师父你好，请问师父，我家邻居开当铺24小时，都请流氓看管，常常侵害我们，每天晚上卡拉 OK 唱到凌晨，整个夜晚上吵得很，让我们全家都很痛苦，我们一直忍辱及规劝都没有办法，我们全家修行是否应该躲到深山修行，请师父开示。哎呀，如果能够搬家就搬嘛，可以搬吗？哪一个人搬的会不会怎么样？可以活吗？ 还要留在那边才能生活是不是？啊，那你晚上把耳朵晒起来嘛，有那种耳塞还是会吵哈。哦，你房子很大吗？很大，没办法再弄一层玻璃什么给它隔音，有一种隔音的能力哈。当然了，他还是卡拉 OK 又吸引人嘛，直接看。哦，不是，为什么这样呢？那左右邻居没讲什么吗？有关系。Oh my God， 这是有这种人啊！去哪里修行都会有模考，讲不考这个就考那个，真的，你不能搬家吗？搬不了。本来是住那边哈，那不能有什么柔和跟他们沟通吗？买礼物什么送给他们吗？不买啊？就是没办法，我们他还把那个车子啊挡在我的门，我不能进去。你跟他们多温柔沟通一点嘛，啊，慢慢来嘛 ，OK？ 比方说新年哈，啊，回家就找借口过来。甜甜美美的笑笑容容的说，哎呀哎呀，你们长这么好看呢、啊、哦，你们家多美哎，哎，新年快乐哈，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意多了，就是意思意思隔壁嘛，大家互相帮助嘛，所以我就送一件礼物给你了，好，那你们全部八个都送 OK，全部都一个人送一点点意思，说新年嘛，啊，你们搬来这边就觉得，啊，我们这村比较，活泼一点啊，啊，感觉有那，有多隔壁啊，怎么好舒服啊，等等哈、啊，多赞叹啊，多善良的 ，OK， 反正你讲好听，他还也许还会弄大声啊，你讲难听，他弄更大，所以这做跟他做朋友比较好了。对，反正就这样，然后慢慢来了，然后慢慢来哈，有那个机会的时候，
啊，再说不要先不要说那个东西，先就一次送礼物这样子，请他们来吃饭啊等等 ，OK， 嗯，然后多师傅放大声录音带给他看，录音带给他看，哈、啊，多给那个佛肯定的力量肯定的东西给他看，对对，慢慢来 ，OK， 没有办法就应该这样了 ，OK， 多柔和 ，OK， 多柔和。他们大概最小注意力了，我是要气你，等一下你就过来讲经给他们听啊。嗯，送礼物给他们 ，OK， 然后、他请他吃来吃饭，然后上大哥看到师傅照片，顺便慢慢介绍这样子，哎，然后就慢慢来加几句进去啊。朱师傅都叫我们说很柔和的，不能吵隔壁的。慢慢来加 ，OK， 不要马上给他知道你来为了这样 ，OK， 他自己自动会减小。看你们加那么精进的，慢慢的他来加你加的以后，他会知道你打坐很精进的，他会知道你需要精进的，然后他自己慢慢会自己会处理自己。应该赢人家的感情，然后什么都会。你都看到他就笑嘻嘻笑容的，然后都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一定会有效 ，OK， 一定会有效。师父，在10年前，我因车祸小脑受重伤，我死里逃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但是康复以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嗅觉，但我的喉头却经常闻到一股浓香。的那个芳香味，7年以后，我跟师父印心，这一股同样的浓郁而完美的芬香再度出现，并时时与我为伴。那是师父的香味，它是那么浓郁，那么奇特，那么完美，它奇香无比，胜人抚慰，透彻骨髓。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感觉到这个是天上活菩萨的香味，但是在8-9个月以前，他写了2篇内在体验，准备要投稿。但他写完以后，那个稿还没投出去，那个香味就消失了。他问题就是说，现在啊，请师父帮忙把那个香味找回来。还有这个内在体验啊，该不该再继续投稿？要的话也可以，不过那个香味不要执着嘛 ，OK？ 嗯，有就有，又有别的体验了、啊，常常换，嗯，常常闻一样的香味，无聊死。亲爱的师父，《六祖坛经》上面有说，佛性非常非无常，故名不二；不二之性，故名真常。请问啊，常、无常与真常是什么意思？它跟永恒有什么关系？哦，这可是太长了一点。哦，你把它缩短就比较好了。还有，他说这些属于心智上的思考问题，最终对修行实际体悟有帮助吗？有没有帮助啊？啊？没有啊？没有。哎呀，他们说没有了。你就应该听从师门了啊！他们是圣人啊，说没有就没有。已经知道这样子还要问啊？你那个第二问题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嗯，其实我们在这边谈到什么时候啊？哎呀，很多每个修行人都写一大堆，即使你了解他们有什么用啊？自己了解自己比较好 ，OK？ 你可以当六祖，何必读他的？哇，这头脑太忙了啦，把它洗出去，洗一下就体验比较好。你有没有体验啊？有，但是不是很多。不多哈，哎呀呀，难怪了，嗯。嗯？学问太大了。嗯，学太多，学太多对我们不太好。我们比较被包围，嗯，被卡住，不像小孩那么天真。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啊，他一进的时候体验都蛮好的，比大人都很好，没有一个小孩没有体验的。
就是因为他太天真，他还没学会那些六足五足什么的。嗯，师父，那个其他问题都属于家庭问题啊，可以叫他们去修行五台。在快解观中，感谢你一同收看今本日师徒之间的节目。认识出家的未来，认识自己，请收听无上士电视台，观赏更加多正面节目。接下来播出的智慧之言，所罗亚斯德高僧俗智慧圣林语录。第一至三章，二十至二，愿存千个讲，永远引导二个灵魂。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supremastertv.com/BMD